你早，早上的8:38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的会员们、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有钱真好，有钱多是朋友。决定性就是要有钱，要不然人家高雄人说我要发大财，要发大财就是走我这个捷径，本小利大的539。啊，我们恭喜会员，昨天高兴1分钟啊，不要多高兴3分钟就好了，啊，赚的钱不要乱花。昨天你随便中中就中了10几万，啊，3只中3只，啊，然后呢，那个，另外呢两碰，我们在台湾彩券公司啊，你看我们今天继续的组合一样，全车3中1啊，我们万只全车三，昨天是很幸运3只中3只了。那今天的3只会不会中3只也不一定，一只也都不开了，哪有没脾气赌，但是按照我的惯例啊，我都会中的，因为我一中我连续都会中。 B 组牌一只碰二尾啊，你没看到在台湾彩券公司，我昨天去买2000块钱，我赢了25000块钱，听清楚，2000块赢了25000块钱，1:25了啊，各位，1:25，2000块赢2万，我整个月份的539我的钱都赚回来了。那么我们是一只碰2个尾数的，有没有看到二合？我都是到台湾彩券公司买的，啊，这个骗不了谁。你有时候你不要说每天都会中奖啊，各位，哪有天天中奖？你到了月底结账，现在参加会员月底结账一看，哇，我的存款不就多出了一点？你能赚1万赚2万就偷笑了，哪有那么好中的？是不是我懂方法，我懂技巧，我教你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机会，你不要机会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千万记住，高兴3分钟就好，也不要把我的牌乱传给别人，啊，这个免得影响到大家。对，那个过两天礼拜天是玄天上帝圣诞，请你把今天吃红的钱，今天吃红3000块钱要寄来啊，千万记住了。